耶，我们现在又来到史莱姆的时间，就是爸爸去书局看到的，里面的里面买的哈，有点像是假水，又有点像是史莱姆的个起泡。你看我的小姐姐。对啊，这里是。那我看哥哥。里面是粉红色，超梦幻的，还有那个爱心的贴贴。那哥哥最喜欢的蓝色。有点冷漠。而且它的这个里面的封面，哇。它是一点点蓝色。你看这个哎。对啊，它就有爱心的。相片啊，这里面就是那种美女，有没有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，分享给大家看看。这种的在书局买的史莱姆好不好玩？我先帮妹妹打开。我也打开。小心你会打，这边先借我借我。来帮妹妹。我帮大家给大家看，因为你打开完大家就看不到了。这是书局买回来的哦。我要。哇，这起泡胶，这起泡胶。哎，真的是起泡胶哎。我来看看。是吗？很像是哈。可是又不太像，我闻一下。糟糕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不是起泡胶，是起泡胶吗？它的触感有点软软的，很舒服，就像起泡。哦，这不是、啊，这是史莱姆。还好，因为我们本来都准备好起泡胶的那个起泡贴。要慢慢来。好，那你先来这边，那换哥哥，换哥哥。来。哥哥，打开。小爱心。哦，阿米狗，来，哥哥的蓝色的，蓝色的，你看哦。哇。拜托。哇，这好透明哦！哥哥试看，哥哥自己拿，自己揪揪。我这感觉触感黏黏的，有点黏黏的。你把它拉出来。好吧。哇，这整块啊，里面还可以再给它粘回去。你看我。哎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书局卖的史莱姆会不会比较好玩，还是说网路上买的，其实应该都差不多。来吧，你看像这个，把它粘拉起来。大家你看。哦，你看这边，阿妹来，哥哥来。哇，你看，可是粘不上去。它，我还没有贴，我还没有贴。它其实跟史莱姆很像哦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觉得好玩吗？感觉还不错，但又很硬。其实玩那个史莱姆，最害怕跟那个起泡胶，最害怕什么？粘手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可能要再多搓几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看阿妹的，哦呦呦呦，看我的啦。拉丝里面有爱心的亮片，我也会啦。你看，哦，这好像糖，那个好像那个什么棉花糖、棉絮糖那种龙须糖。哥哥，我也会。哦呦，哥断掉了，爆掉了，把人搬掉了。像这个，你看，哇，那个声音真的是好舒服哦。哦，哥哥也会了，龙须糖来了。那有点像便便。便便不会了，很好玩啊！哇，这里面好多金啊！粘很多金，它那个叫做亮片，看一下能不能成功。哦，拉很深，哦，差点换哥哥看看。从这边一点点，它声音好大，有声音哦。其实我觉得有声音是好玩的哎。哦，好吧。小心，容易断。你看它这个啪啪。还有第二种方式，用泡泡音。哦，泡泡，它的延展性就没有那么好，它就更好玩。第二种方式不粘手，但是延展性就没有像第一种的，像那个起泡胶这么粘，或者是说我们之前买的哦。这是第一种，第二种刚才就是那。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找便宜的史莱姆好不好玩？那我们前阵子也买了很多史莱姆的类似像那种粘土啊，跟那种史莱姆的那种起泡胶的感觉。其实每一款的史莱姆都不一样。每一款。我们上次去买的是那个玩具梦工厂啊，这一次是去一般的书局去玩的。我觉得玩具梦工厂。妹妹，你觉得这个感觉好玩吗？还是有没有跟人家不一样？这不好玩。差不多。有点差不多。很硬，而且又发不出声音。对啊，可是妹妹会发出声音哦，你看她怎么弄。阿妹，你的声音看。有哎，你旋转搓，然后把它再放这边，就是像刚刚那样龙须糖。你看，还有第二种方式，然后把它放在地下，泡泡，然后两只手，二三，还是有啊，对不对？有声音。这个操作失误。哦，你看，跟妹妹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了，声音超厉害的耶！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哦，有点像果冻质感泥。对，我们最近就是比较喜欢玩史莱姆系列的粘土，以前就很喜欢，但是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这种小玩具在书局或是玩具工厂、批发店、文具店，它都有在卖，网路也有在卖哦。而且都不会很贵，
反而是你要去买那种像你要去专门去卖的那种史莱姆专门店，一个都好贵哦，几千。我们上次去玩的那个，因为像史莱姆实验室，嗯，啊，因为你要去玩，而且选到自己最喜欢的，花的钱就不一样喽，几万块。那时候我借每个人都快1000块，20，哦，那就很多钱了，900多，对啊，就不一样了，200。你看妹妹现在玩这个，那家长没有玩算吗？家长就陪同啊，可是他们教学是很是教的蛮有意义的，所以我想要做的，重点是一分钱一分货。你看哥哥来了，呀耶，好吧，哇天哪，哦好强哦，哦呦呦，这个是糖葫芦，太强了，耶、yeah, ，我们练习一下，可以拉很高，对不对？小鳞片，鳞片是里面它的一个衬托它的颜色跟它里面的亮度。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宝宝摸看看，为什么哥哥？对啊，你看，刚才摸起来很有那种快感，好玩。嗯，那因为你会玩啊，你知道怎么去把它弄得好好的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就没看过。对啊，帮我粘手。对，这里对，好。好喽，那我们分享这个在，哦呦，你粘到衣服那个头发了。没有。哎呦没有，我们分享这个玩具给大家，它是史莱姆的。有点像是史莱姆的起泡胶，但是它又不像起泡胶这么黏，一般在文具店都买得到哦。好吧，最后跟大家分享喽，拜拜，拜拜。